就像我们一样，转眼间长大了，开始回忆了过去的时光，童年的样子无忧无虑。有人说人生最精彩的岁月是童年，但是我却想说童年最璀璨的时光就是猫熊的学习之路。如今这条学习之路即将迈向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，能够共同学习在一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，不管有多么的舍不得，我们也必须放手让你们单飞。我们只能说猫熊的孩子们加油，往后的学习历程除了坚强更要努力，凡事用心细心更要有恒心，一切都会因为你的真诚努力而显得美好。猫熊琼野老师祝福你们。再次欢迎毕业生出场，为我们带来红心情。好，现在请家长拿起双手跟我们一起打个节拍好吗？那我们一起用掌声以及节奏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毕业生。再次邀请现场的家长给台上的毕业生一个热情的掌声。